7月24日，黄子韬在社交平台上晒出搭乘自己私人飞机的照片，并附文 Hi everyone, I'm Ace, 全场最佳。画面中黄子韬戴着口罩，身旁有一只狗，餐桌上是一些甜点和饮品，环境看上去十分不错。据悉黄子韬有钱已经不是秘密，这也不是黄子韬第一次乘坐私人飞机。此前黄子韬曾多次在社交平台上曝光自己的豪华私人飞机内景装饰，其奢华程度令人惊叹不已，机舱内非常宽敞，宛如宫殿一般。有网友爆料说，飞行的维护费都要1700多万，还不算其他费用。而且黄子韬还晒出带着工作人员乘上自己的私人飞机的照片，一行人看着像是在飞机上的会客厅商议事情，黄子韬坐在正中央，气势十足。而黄子韬还拥有一个专属的房间，黄子韬帽子也没脱，直接躺在船上，姿势霸气十足。前不久黄子韬还曾晒出自己和彭昱畅等好友在私人飞机上的合照，并配文干瞪眼。照片中一行人在飞机上打牌品尝美食，十分惬意。彭昱畅坐在黄子韬身边，怀里还抱着印有他照片的抱枕，感情看上去非常好。